Hello，KT 粉丝团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又隔了一段时间呢，没有在自家的粉丝团里面开直播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的车款呢是 VAG 的车系哈，这个车系呢，可能是因为我们 KT 里面有Golf 的试乘车，所以车友还蛮捧场的哈。那当然呢，还是很欢迎呢。如果你一样是开 VAG 的车系的话，那请不用客气，请到我们的粉丝团里面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工厂。那可以到我们工厂里面呢试乘 Golf 的车系哈。那今天的车系呢是一样是 VAG 的 Golf 五代。那这一台是 Golf 五代里面很经典的车款，这一台是 Golf 五代的 GTI。那车主的话其实也做了一些底盘的技术改装，譬如说本来的五代 GTI 的铝圈，我记得没错的话呢，应该是17寸的，那已经升级到18寸的规格，这是225/4018的规格哈。那今天的最主要的升级的重点就是 KT 的道路版避震器。那它的五代跟六代的避震器呢，其实是共用。五代前面的仰角有分大仰角跟小仰角，那 GTI 的话呢一律都是大仰角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原厂的避震器好了哈。原厂的话呢，它的避震器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哈。后面的话我们一般的道路版本是配置了6公斤的弹簧，那前面 GTI 的话它是2.0升的引擎，所以我们配置的是8公斤的弹簧。那前面的上座的话 KT 有附上座， KT 有附上座前面的部分。后面的话它的上座形式比较特殊，后面的上座的话直接沿用原厂就可以了。那 Golf 的 VAG 的车系从四代、五代、六代、七代呢，它的后面的上座其实形式都很相近。那它的上座，原厂的上座其实不太容易会坏，所以沿用原厂的话也都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哈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五代，它的避震器的斜度呢比较斜一点点。七代的话，它的下仰角，是它的避震器的下部固定点是固定在下支臂上方哈，所以它七代的整体长度的话呢会稍微来的长一点点，所以它的在六代跟七代之间的差异性呢，最主要就是在差异在这个地方。那后面的部分的话也算是一个多连杆的系统，它的后面弹簧上部我们做了一个调整机构。那这一个调整机构有的做法呢会设置在下方，那有的做法会设置在上方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高档的进口品牌呢，它大部分都是固定在上方居多，因为这个支臂呢它的 是有一个斜度的，所以当 Hello Kitty 是坐在下方的时候，万一如果在安装时候呢它在组合的时候有斜度的话，那它可能会造成它的 Hello Kitty跟弹簧呢不是在同一个轴线上面，就比较有可能会有异音的状况。可是 Hello Kitty 设计在上方呢，就比较能够避免掉这样的失误。但是如果师傅安装的技巧都很成熟的话，那其实它设计在上方或者是在下方是都没有关系的，都是一样的哈。那这个是调整车高的部分，今天的车高会落在大概后面一指半，前面的话是2指幅，也没有特别低的哈，但就比原厂还要略低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是后面的是6公斤。那车高的调整呢，是靠弹簧上方这个 Hello Kitty 这个筒身呢，其实它是可以调整长短的哦。可是后面的筒身调整长短，它并没有办法改变车高。后面的筒身长短，它只是来取决行程的多寡，或者甚至是说它弹簧要不要做预载。那这样的形式的避震器呢，建议技师也好，或者是VAG 的车友也好，像这样的悬吊系统，后面的弹簧呢，千万不要做预载，不要做预载哈。它后面的弹簧是6公斤，长度的话是200mm， 那了不起的话就预压到5mm 就好了，5mm 不是5公分哦，是5mm， 只有一点点而已。所以后面最大的调整技巧就是后面的筒身千万不能缩得太短，缩得太短的话，它的弹簧就预载过多，就一定不好做哈，而且会有异音，寿命也会缩短。那后面的上座部分，我们是沿用原厂的上座，在上座下方呢有一个旋钮，这个旋钮呢就是在调整后面的阻尼值。我们一样哈，跟前面一样，往顺时针的方向它就变硬，往逆时针的话，这个方向就变软，它不用再拆下来做调整。那这个设计KT 已经使用很久了哈，这样的设计呢比较方便。那陆陆续续在其他品牌里面也有看到类似这样的设计哈。那这个设计很简单，就是为了车主方便能够自己来做调整哈。好，这个是后面的悬吊系统，
我们来看一下前面，前面的话它算是一个独立式的麦花臣悬吊系统哈。那它的五代毕竟有一定的年份哈，所以它的在拆装时候呢，其实都会建议车主或者是技师也好，特别留意一下。像这个离载串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离载串可能已经它的防尘套已经破损哈，就会建议啦。一并来做更新哈。那像它的下支臂的话，这些的球头也好，或者是防倾杆，还有防倾杆橡皮，或者是方向机舵杆的合上头呢，这些有可能哈，都是一些耗材的部分。那里程数已经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会建议技师呢，在拆装这些的同时呢，一并来做检查。那避震器的KT 避震器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上座是有附强化上座的啊。那像这样的里程数来说，可能上座的轴承或者是橡皮都已经有劣化的状况了，就会建议一并做更新。但是 KT 的避震器的话，不用再多付这些费用哈，我们 KT 避震器里面就已经有附这个强化的上座了哈。那这个弹簧的话，因为这一个GTI 的话，它是2.0升的引擎，所以前面它我们配置8公斤。那它的车高的调整呢，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，它的车高调整是靠这个托盘，我们把它旋松之后，它的整体长度，如果把长度拉长的话呢，它的车高就变高，那相反的话，如果缩短的话，它的车高就变低。这台车能够调整最高跟最低的范围区间还蛮宽的，最高可以跟原厂一样高，最低的话还不到半指幅，所以它的车高调整的区间很广。那用料的部分的话，几乎每一段的直播影片里面都会介绍过了。 KT 的用料阻尼油的话，用的是意大利一整桶进口的 IP 的阻尼油。那油封的话，使用的是日本 NOK 的油封。那像这个上座的轴承呢，这个也都是用日制的轴承。但这个轴承呢，如果有看到今天的影片哈，之后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后呢，因为这个日制口柚的轴承，它的供货的状况呢不是很稳定，所以常常有缺货的状况，所以未来的话也有可能会改用其他的品牌，但是它的品质的话 ，KT 都一定会帮大家来做把关哈。那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前面的阻尼是怎么来做调整哈。来，你移到这边来看看能不能拍到。这个五代的它的上座呢是在这个饰板的下方哈，所以从这个饰板的下方呢就可以看得到这里有三颗螺丝。它本来的螺丝呢是做母孔，那改了之后就会改成公孔。那阻尼的调整呢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旋钮，这个小旋钮呢往顺时针它就变硬，往逆时针呢就是变软哈。所以这里的话，其实原厂就已经有稍微有做一个防水了，所以它的轴承的寿命的话，其实也都不会像喜美八代啦或者是九代一样，会刚好是在那个前挡玻璃的下方哦，会常常有水汽啦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锈的状况。那五代的话呢，最主要我们在轴心的里面呢，还有做了一个防水钮。那防水钮的话，万一有下雨水也好，或者是洗车也好，它水都不会进到轴心里面，就不会有生锈的状况，那也不会影响到轴心的寿命哈。OK， 那这个你看这一个的就是最经典的 GTI 的红线哈，不论从五代也好，六代也好，甚至是现在七代、7.5代呢，都有一个特殊红线的这个设计哈，就是最经典的GTI 的算是一个特征哈。这个大灯也都有换新的哈，所以这一台车的整体车况的话，已经有做一个整理的哈。OK。好，以上是今天呢Golf 五代 GTI 的安装 KT 避震器的直播分享。那再重申一遍， KT 有这一台的试乘车哦，如果VH 的车友哈，很多都主动帮我们介绍，很谢谢大家。那最棒的是 KT 有试乘车，像这一位的车主呢，其实是来试乘之后觉得 KT 的产品不错，后来才约时间跟我们预约来安装哈。所以如果车友觉得像这个车款，其实我自己也开这个车款哦。那很多的车友都会崇尚很高档的名牌，不论是一组8万多块的 K 牌也好，或者是其他的品牌也好，那很多的车友都会觉得，外国的月亮比较圆。其实，如果你有这样的迷思的话，很欢迎呢来 KT 来试乘看看。KT 的避震器呢，其实说真的不输进口的哦哈。所以，我们的话自卖自夸，可能没有什么样的说服力啦。那很欢迎大家来试乘看看，好 ，OK。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谢谢，拜拜。